今天是几年几月几日星期几？ 今天是2022年。 2022年几月？ 2023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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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023年
昨天是2023年1月几日？三日星期几？星期二 OK。 那明天呢？明天是2023年几月？一月几日？五日星期几？星期四 OK。 已经2023年了，对，很快。那因为现在听说台北很冷，有一点冷，台北很冷是吗？一点点冷。然后听怡跟柔恒都在台北。嗯。安徽是在台北还是在桃园？哦，我是桃园。哦，也在台北。桃园是吗？桃园。安徽在桃园。OK。对。那桃园冷吗？请问。桃园冷吗？哦，对，很冷吗？可以啊，很热，很热，不用啊，人呢很热。OK， 桃园也很冷。OK， 那今天我介绍一个地方，这个地方不冷，不太冷。不冷的话，那所以它应该。不在山上吧？不在山上。对，这个不在山上。不在山上。它，如果你看它的名字，看起来你会觉得这个地方是好像很多水。它叫这个地方叫做罗布泊。罗布泊。它是在哪个国家呀？罗布泊。罗布泊在。这个地方叫罗布泊，它在台下啊。你看到走进去，这个是台湾在这边，对不对？我们在这边，台湾。台湾。英国那种。对。那罗布泊在这边。哦，在中国的那个边边左，那是什么？左上角的地方。这边。对，罗布泊大概在这边。所以罗布泊是在中国，在中国的西部。西部，中国。那你可以想，你若想，大概有点干扰，在这附近，大概都是比较像沙漠。沙漠，听你容我知道沙漠吗？沙漠是不是没有水？没有什么水？没有水，很干。对，有很多仙人掌，长仙人掌。沙漠有仙人掌。有仙人掌。对。有仙人掌长这样，对不对？然后可能你会看到骆驼，对不对？对，有骆驼，沙漠会有骆驼。
骆驼，嗯，有仙人掌在沙漠。那这个罗布泊现在龙果就是这样，像沙漠这样。现在像沙漠这样。对，现在像沙漠。但是它听起来有很多水，这个地方听起来有很多水。因为他以前、嗯、很久以前、嗯、就是它是一片都是水的哦。嗯，那这个先跟你说这个位置好了，如、嗯、就是它这个罗布泊它在的地方，它其实它是在很多很多山的中间啊、哦、很多山的中间，它这里有一个山，一条很多很多山，这叫一排。嗯，然后下面这里也很多很多山，然后这里也很多很多山，所以这里有一个山脉，这样一座是山嘛。嗯，那台湾应该有很多很多山，对不对？台湾有很多山，对，很多。他说很多很多山排在一起，你叫什么？叫山脉。山脉 ，OK， 叫山一条，然后这山这样一条，那山这样，所以这个罗布泊是夹在三个山脉中间。对，嗯，它夹在三个山脉中间，嗯，那就是我刚刚说这个地方，这个中国这个地方。我觉得这一块就是三个山脉把它夹起来。嗯，那这中间这一片就是都沙漠了，都是沙漠。那我们刚刚说的那个罗布泊，它其实是靠近在这个地方，一片像湖这样子，这是有水，不过它其实还是水。就这样，这个泊是像湖这样。嗯。那可是，以前这个罗布泊是这样一整片的。对。现在只剩一点点。对，好像快不见了，就一直变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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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直变小。哦。以前这样一整片这都是它，就是罗布泊。嗯。那现在很多变成沙漠了。嗯，那这个这整个就是在三个山脉中间这个，你这个 Mario 你会叫它什么？这个我会叫它盆地，是吗？那你知道这个的名字吗？这个盆地的名字？这个盆地在那个位，我不知道哎、欸。中国有什么盆地？台北也是盆地。对，台北就是一个盆地。对，台北是一个，也是在山中间，对不对？嗯，山。嗯，台北。那这个罗布泊这个盆地叫塔里木盆地。塔里木盆地有，我有听过，我有听过这个塔里木盆地。这个塔里木盆地呢，有两条河。嗯、有两条，就是因为这边山更高，所以这有两条河是会流入这个塔里木盆地的。嗯，很多人说会流过塔里木盆地，然后流进罗布泊。嗯，那两条河，那他们叫什么？什么河跟什么河？嗯，在塔里木盆地上面最长的这个河叫做塔里木河。就叫塔里木河，塔里木盆地上就是塔里木河。嗯，那另外一条河是孔雀河。孔雀河，孔雀，所以塔里木河是长的那个，然后孔雀河是比较短的。对，孔雀河比较短。塔里木河比较长，孔雀河比较短。
那应该是这样。这是孔雀河吗？对，是另外一个，就是这样。然后有一阵子，这个孔，这个某一个地方的这个水，就是有一阵子，这个等一下讲，叫孔雀河跟塔里木河两条河都流入这个罗布泊。对，那以前其实有这个水流过的时候，不像现在这样，现在这个地方是沙漠。嗯，就是刚刚说的仙人掌啊，骆驼啊。那以前现在是2023年，对不对？嗯，2023年，那差不多在1700年前，嗯，差不多是300年，是吧？好久以前，很久以前，就是1700年以前，嗯，你知道这边都是绿色的，哦，一样是只有这两条河吗？只有塔里木河跟孔雀河？对，以前就这边，以前这两条河还在，然后这个就这边都是。有长树啊，哦，很多很多草，很多树，有花。1700年前，就是300年的时候，这个都是花，都是草，就像现在江南要种稻子啊，什么这个地方就是这样子，就是不是沙漠，嗯，这地方是很好漂亮，就可能像很像台北，对，就是很。很好的土地，嗯，可是它慢慢变小。那而且这个地方，因为我们说它在这个中国，如果你中国以前中国这样嘛，中国要出去这个其他地方，都会经过这一块地方，嗯，都会经过这个地方，所以这个地方也有很多人在这边买东西、卖东西，所有外国人都在这个地方。嗯，以前，对，而且有那个河，有那个水，很方便，有水很方便。就是你吃东西就有东西吃，种水果、种米什么都可以。嗯，这是很好的地方。那可是从大概这个以前是那么多，那这个大概有200,000。以前大概有这200,000平方公里，嗯，20这个地方都是水哦，很大哎，200,000平方公里很大哎，200,000平方公里都是水，有水的情况哦，哇，因为它这个罗布泊是，就是它是一整片，200,000平方公里。200,000平方公里感觉比一个台湾还要大，是吗？有吗？应该是比它大，好，200,000平方公里哦，200,000平方公里都是水，嗯，1700年前，那最近一次我们知道的到1900年的时候，1900年这样差多少？嗯，一百多年前，一百多年前，就到100多年前，剩下从这个200,000剩下，这个都变成沙漠，剩一点点，剩一点点，剩就变成只有1000。那个河还有水吗？塔里木河跟孔雀河还有水，还有水，有水。孔雀河跟这个塔里木河都还是会流入这个罗布泊，嗯，还是会流进去。这个1000平方公里，一千平方公里，你知道大概就像香港那么大而已，
只剩下像香港这样而已。它真的很小哎、欸，很小、欸，我真的根本看不到香港，看到香港吗？台湾还可以看到一点点，香港在哪里？香港。荣恒去过香港吗？香港还没有。有听过吗？有听过吗？听过了。听一也没去过香港。嗯，还没。Mario 去过吗？我小时候去过，大概四岁的时候，所以我已经不记得了，我不记得香港长什么样。但是我知道香港很小，对不对？对，香港很小，香港很小。可是，当然是我们这样看很小啦，我这样看当然觉得香港很小，对不对？但是，其实香港，你说它小吗？其实也，应该也是有，至少是有一个。也是 不小啦，对不对？一千平方公里，像一个香港那么大，那其实很大的，对不对？嗯，就至少比日月潭大嘛，对不对？就对，比日月潭还要大。对，所以这个罗布泊现在虽然就1900年虽然变小，但是还是有香港那么大小。嗯，香港那么大小。OK， 那这是到1900，所以你看到这个。从200000到1000少掉很多哎、欸。对。这个罗布泊为什么会少这么多？嗯，待会我就告诉你。为什么？对，很奇怪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对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那么大？这个水原本那么大，变得那么少，为什么？对，嗯，很奇怪，对不对？对，塔里木河跟孔雀河都还有在流，都还有水。现在都还是现在罗布泊的水主要就是塔里木河的水跟孔雀河。好像还有罗布泊。对对对，现在就是主要是这两个河流进去的。嗯。那这个在1900年的时候还有1000平方，那差不多到了1970年的时候。又过了从300年到1900年到1970年，这个1000平方公里整个就消失了，都没了，没有。罗布泊都没有，罗布泊都没有水。罗布泊，现在罗布泊就不见了。现在没有罗布泊了。没有罗布泊了。1970年就没有了。啊、哦。1970年的时候没有，不见了。哇。整个变成沙漠了，这个树啊什么都没了。嗯。就没了。这罗布泊就不见了。整个湖就不见了。嗯、哦、怎么会这样子。那现在这个地方。没有草，没有树，嗯，那它夏天的时候，现在冬天嘛，对，现在是冬天。现在冬天，夏天的时候，你猜这个地方几度？这个地方没有草，没有树，没有这个罗布泊都整个不见了。沙漠很热哎、欸，沙漠的话应该会有40度，超过40度。40度吗 ？Mario 猜40度。对。40度再高。比40度还高，这个地方比40度再高，山脚。40度很热了耶，40度很热。45度，45度，比45度还要再高。哇，那边应该不能住人吧？夏天的时候，沙漠，50度，再高。听一听，你要猜一个，融合要猜一个。再高，比50度还要高。当会不会猜一下？白天还是？白天。夏天的时候，夏天的。白天的时候，我觉得在沙漠，对吗？对，在沙漠。沙漠，对。最高到几度？对呀、啊，最高八十，八十太高了，
八十度，八十太高了，不到八十。到啊，不到八十，不到八十，六十，比六十再高一点点，比六十再高一点点，六十。啊，应该知道了哦。六十五，六六十高，七十度，七十，哇，很热。夏天的时候，就是这个地方七十度，因为没有草，没有树，嗯，都是沙漠，嗯，所以这个地方现在变得很热很热，就是人也不适合住在这边，所以这个就是一片沙漠，嗯。那现在告诉你，为什么它这个湖会慢慢变小？对啊，为什么？以前这个湖那么大，然后到这是300年，然后现在然后到1970年变得那么小，那现在怎么不见了？嗯，以前流进去。以前这是塔里木河，嗯，塔里木河，然后这个还有孔雀河，然后这里有一个孔雀河会这样流进去，嗯，然后塔里木河会流水进去，对，以前都这样流进去。那这孔雀河后来这就是有人把这个塔里木河从这边接一个水道，嗯，所以这个水就从这边流。从这样流，嗯，对，从这样流过去之后，这个地方就没有水了。哦，是这样子的。所以这个地方慢慢变少，慢慢变少。这个地方不好，这个就不见了。哦。所以塔里木河的水就不会再流到罗布泊了。就是大家发现这样子不对，后来大家发现，因为这个原本水这边下去流下去，这里要种田啊，种东西什么，这里要水，嗯，可是他把这个水接到这个孔雀河这样流过去不行，嗯，因为这边就是那个都死掉了，对，你种花，你种水果，或者种草，种米。这个就是会死掉，嗯，所以后来又把这个再弄回来，嗯，然后把这个，但是因为有这样子把它改这个，所以这个就变小，嗯，因为以前两条河，它是自己一直流，你给它改，所以这个地方就变，慢慢这个湖就减少，就缩小。嗯，越来越小。对，就是因为这个地方被改过这个。嗯，这其中一个原因。但是这个塔里木河，其实塔里木河是全世界有很多河。对，那这个河都是，比如说在看在台湾好了，我在台湾是这样，然后中间是玉山，对吧？对。那这个玉山有哪些河留下来？玉山有什么河？我不知道哎，可是我知道台湾的几条大河，可能像浊水溪，对，浊水溪，浊水溪这样流出去，会流到这个大海，这个对，流到大海，所以这就是一般的河，嗯，对。但是有一些河，像这个，像在中国大陆这个河，它这个塔里木河，它流到这个罗布泊，嗯，就停了，嗯，它没有流到大海，嗯，不像这个台湾会流到这边的海。那这个只流到罗布泊，罗布泊不是海，嗯，对，所以这个是就只流到没有流到海的这种河，
在就只在内陆里面的这种河，嗯，这种河在全世界也很多，就是你如果看像，如果看这种河，如果你看它这个，比如说它流到这个湖泊的这一段，这个比较难，这个流到这边，流到湖泊，嗯，它没有流到大海，嗯，这种就是内陆河，对，内陆河。没有流到大海的河，就是中国的山多，内陆湖。嗯，它是只流到这里，只流到这里，嗯、就是没有流到大海这里。这种。对，那内陆河怎么了呢？内陆河。这条塔里木河。嗯。它是内陆河。建第二长的内陆河。嗯。第二长。哇，哇，那很长哎，第二，全世界第二长，就是那，所以这条河对于这个地方这个罗布泊是很重要的，因为它是最长的，那、嗯、不是中国最长的，全世界第二长的内陆河，所以它流到这边灌溉这里，就是让这个罗布泊有水是很重要的，嗯。那其实有一些原因是，就是我们想现在想，为什么到这就是到1970年，这整个罗布泊消失？第一个那是因为，第一个是刚刚说那个，就是从孔雀河改道这样，嗯，塔里木河从孔雀河这样流出去，嗯。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比较容易想，是不是因为人太多了？答对，就是因为这边有水，对不对？对。如果是你，你都要住有水这边，对不对？你就不要住这里。对。所以你如果在这边盖房子，那就住在这边，对不对？那你要用这里的水。嗯。你用水要用在什么地方？用水喝啊，煮饭啊，煮饭、啊，洗澡，洗衣服。对，你看你要用那么多水，还要洗衣服，还要洗澡。对。那很多人，所以还有那大家还用这个水还要种田。对，还要种田。所以人越来越多住在这边，用的水越来越多。嗯，那水这里水都变少，水就流不进罗布泊了。嗯，所以罗布泊就变小。这几年人因为人变多，这个罗布泊就变小，用水的人又多了。嗯、对。那还有一些原因，比如说因为你这里人要用水嘛。所以就会开始盖这个水库，有这个就会盖一个水库，把水拦在上面。这里盖一个水库，所以水就下不去。对，但是水下不去就进不到罗布泊。我觉得这个才是主要原因。对啊，盖太多水库。哦，水库。今年台湾是水库也是都有缺水吗？今年好像北部都没缺，北部因为北部一直在下雨，所以北部的水库都很多水。Okay. 但是南部的水库好像有缺水啊。因为台湾会下雨，所以台湾下雨就没问题，对不对？对。在台北这几天都在下雨是吗？对，这几天都有下一点点。对，台北的水库就不会缺水。嗯。可是，在这个内陆就不是这样哎、欸，在中国这内陆，你看这边，这边是没有在下雨的，这边没有在下雨、嗯，所以一有水，这个水库都要流下来，他们就自己用水库流下来，对不对？嗯。你把水流下，不然你流下去就没水了，因为这地方不下雨。嗯，所以这个也是，这也是就是为了这些人，所以就是
萝卜就不见了。嗯，那虽然有这水库是把这个现有的水拿出来，那还有一些是它水已经流下去了，它这次把它抽回来。嗯，它这里本来就缺水了，你又把它抽回来，就水就更少了。对对对对对，就是 有一些像那种马达是吗？就是像帮土这样子把它抽抽抽，再往上抽，再往上抽，本来就没有水，那你会把它抽回去，嗯，然后水就没了。那这是这个是这边水为什么没有的原因？嗯，那以前有水的时候，这个地方长很多的树，漂亮。以前水会流下来，水会有树。那个树叫胡杨树。胡杨树。胡杨树，胡杨树，胡杨树。那这个胡杨树，因为以前有这个胡杨树，所以你这边就不会，就是可以生这树可以抓着这个水，然后这个土壤会比较好。比较坚固嘛，比较。对对对对，因为以前有树。对。那没有水，树就死掉。嗯。那树死掉，这就变沙，这就变沙子。嗯。所以罗布泊就变沙漠。哦。没有水，所以树就死掉。树死掉之后，就变沙，就是原本的地方就变沙子。所以这个罗布泊就这么不见了。嗯，现在就是你可能就叫塔里木盆地，就变沙漠了，一片沙漠。嗯，或者有人说这个地方就叫戈壁滩。戈壁滩像海滩一样，它只剩滩没有海了。为什么戈壁？哦，是这样。戈壁滩就是以前是，就它其实就是沙漠啦，但就是这个湖慢慢逐渐退掉之后，变成像滩这样。嗯，戈壁滩这个地方，这是今天介绍给大家一个，看到大家好像都很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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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介绍你一个不冷的地方。70度，很热的地方。70度，夏天70度。那胡杨，我蛮想，我不知道胡杨树长什么样。哦，对，树，当然不是这个样子啦。胡杨树，胡杨树。那这个胡杨树可以保护这个，就是以前就是靠这个胡杨树才有那么大的罗布泊。嗯，那现在胡杨树死了。以后罗布泊就会跟着死掉。那这些胡杨树的那个是可以吃的吗？胡杨树的那个叶子可以吃吗？胡杨树应该不是吃的，树都不是吃啊。其实可能会不会以前有一些马、一些羊？哦，对，哦，有可能哦。嗯，哦，那个可是马或者那个会吃的羊。嗯哦，嗯，所以看这个树旁边就可以吃东西，对不对？嗯 ，OK， 嗯，也许是这样的 ，OK。那胡杨树长得很，胡杨树长得很漂亮吗？哎，胡杨树活着的时候很漂亮，活着的时候很漂亮，活着的时候很漂亮，它还没死掉的时候很漂亮。那现在这个胡杨树，它死了，它 死掉了。胡杨树，你知道它长什么样吗？它就只有成这样了，就只有这个，把整个都白色的，就这样。嗯，叶子都没有了。啊，就它死掉了，它已经死掉了。嗯，那有人说它像那个木乃伊。哦，木乃伊，木乃伊，你看过吗？看过那木乃伊吗？就是他可能是一个人在那里，嗯，他是这样包着包着，嗯，就是好像
还有木乃伊啊，木乃荣恒知道这个吗？木乃伊，木乃伊，知道了。在那个金，在那金字塔里面，对，再放在金字塔里面。人死掉之后，就用那张绑，是的。对，木乃伊就死了嘛，对，人死掉之后，你把这样绑，对，他放在金字塔里面，木乃伊。那他们说这个死掉这个胡杨树。这个是木乃伊。哦，就是这个。金子打的木乃伊。对。这个是木乃伊。嗯。木乃伊。嗯。那这个死掉的这个胡杨树就像木乃伊一样，它就死掉了，但它全都是白色的。嗯。留下一个这留下身体这样。死掉的很像木乃伊，对，死掉像木乃伊一样。那活着的时候很漂亮，对呀，绿色的，嗯啊，你说可能有羊有马在旁边，嗯，不知道会吃，但是牛马在旁边，嗯，这个是以前活着的时候，就是现在我们就这样想，就觉得你看这个1700年之间，这个变化很大，对不对？嗯。对，变化很大。我们可能一个人活100岁，你可能不一定看得到。对。但是这个，但你看这个你是看得到的。从1900年到1970年，从一个香港那么大的湖的湖，嗯，它不整个不见了，嗯，不可怕。对。哎，帮大家最后帮大家复习一下，请问今天我们。这介绍这个很热很热的地方叫什么？那个沙漠。沙漠。那我们看了一个湖，这个湖它从20万平方公里，嗯，变成只有1000平方公里，变成全部都不见了。这个湖泊叫什么？罗布泊。把人的记得罗布泊，那在这罗布泊有两条河是流到这个河罗布泊里面去的，你记得？嗯，那个孔雀河跟塔里木河，对不对？对，塔里木河。那塔里木河是全中国最长的内陆河。那它全世界呢？全世界是排名第二长，全世界第二。第二长。那有一个原最主要的原因，为什么这个水会慢慢变少？人太多了，人太多了，对，前面上面住太多，所以水就流不进去了。嗯，那人变多了，为什么人变多会需要这个水就变少？因为就会盖水库啊，他们要种田。嗯。对，要种田。这里应该盖了水库，对不对？种田要用水变多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水下去就变少了。那因为水下去变少，所以原本下面这些树都死掉了。嗯，那死掉，那这些树它本来是很漂亮的，那样的胡杨树，那当然应该有其他树啦。嗯，但是最重要、最主要的树就是胡杨树。那死掉之后就像木乃伊一样，嗯，一个白白的插这样停在那边，嗯，对，像马人这样，对，木乃伊，所以没有绑那个，所以我们人真是很可怕，对不对？嗯，对，好可怕，现在也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像温度越来越高。地球的温度越来越高，对不对？但是地球温度越来越高，这水平面慢慢上升，慢慢上升，到时候就很多地方会被淹的，对不对？嗯，对。OK， 接着跟大家介绍，罗布泊也消失的。嗯。